我们都知道娱乐圈中有很多女明星，她们被称为是不老女神，就是因为她们的颜值和年龄存在着很大的落差。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赵雅芝、刘嘉玲、刘晓庆等人了。就算是现在到了老年人的年龄，她们的颜值和身材都保养得像少女一样，也是不得不让人羡慕。说到刘嘉玲，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，她的每次出场都会让身边的女明星黯然失色，因为她身上带着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魅力，让人看一眼就移不开眼睛，举手投足之间更是魅力尽显。今年的刘嘉玲已经54岁了，但是在她身上却根本看不出54岁的模样。而有人会拿刘嘉玲和众女星进行对比，贾静雯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因为贾静雯在一次活动中穿了一件和刘嘉玲相似的服装，所以她就被和刘嘉玲做了对比。如今的贾静雯皮肤紧致滑嫩，没有一丝皱纹，就连身材也是好到没话说，但她比刘嘉玲给人的感觉多了更多的温柔气息。众所周知，刘嘉玲至今都没有生过孩子，所以给人的气场就是很强大。所以网友们也是表示，难道这就是生孩子与不生孩子的区别吗？贾静雯身上的温柔气质是刘嘉玲一直都没有的，但是两人却有着各自独特的地方。